但是市公所将伫今年推动社区大基建计划，并有北德、甘厝、店安、店坪、九九八等等五个社区共同来参加。因为过去店坪社区有丰富的乐团经验，为此伫即届大基建计划其中一项，就邀请五个社区长辈以及市内的好学生共同组成乐团，除了让长辈来学习乐器，同时嘛，让大家上台表演，丰富家己的后半人生。对着老师的指挥，长辈是斗阵来演奏出美妙音乐。选在场的长辈，平均年龄拢是超过65岁，大多数的人也拢是毋捌来接受过乐器。但是伫经过这几天的训练了后，特别是为原本的哩哩啦啦进步到会当来上台表演，心内也拢有着满满的成就感。哦，安尼弄起个记这个节奏，啊，佮看老师的动作，啊，无本来拢拄啊唔知，拢学袂个，学袂看啦，你拍对人拍。啊，这边看老师的动作了，还佫听鼓的声，啊，这样较拍落，啊，就足准的。哦，真的，我很佩服我们自己哈，给自己打拍拍手，真的，哦，每一个人都很认真，很努力，谢谢。当初学之前也没想到可以练到这么好，是吗？是，这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透过道路区的社区大基建计划，这摆是结合着北德、江厝、长安、长平、口北等五个社区的长辈，以及地方学校的学生，同齐来组成一队乐团。朋友有着丰富乐团经验的长平社区来做带头，除了长辈来学习新的事物，同时来展现出社区满满的活力。长平社区在去年的9月份，自己社区有成立一个不老乐团，然后就发现这个乐团音乐疗愈对长辈们效果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在今年的那个大旗舰计划，我就大胆的把它写到这个子计划案里面。总共成员有五个社区长辈有45名，然后小朋友的话差不多8个。指导老师表示，这摆长辈所表演的也为西洋音乐，为一开始什么拢未晓，到现在是有明显的进步。伊透过着乐团的训练，除了长辈会当活到老学到老，同时也当来延缓失灵失地的发生。长辈他们就是从零到现在的有，然后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，然后就是玩得很开心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我挑选的曲子啊，是古典乐曲里面的一个世界名曲，是叫做《邮递马车》。由到了市大基建计划五个社区所成立的乐团，也号名叫做大细声并变叫乐团。大希望会当拉近囡仔和长辈的距离，同时长辈会当透过乐器的表演来展现出未输乎少年人的活力，而且敢于传播到。